看西夏巴马峰周边的这一片雪山，实际上有两个位置。目前这个位置在佩库措的东岸，进来的路面会比较窄，但路况还是相当好的。导航位置是佩库措西峰观景台，路的尽头会到一个小村子叫拉普村。来看一下，我认为最漂亮的湖就是这种，对岸是雪山群，这边很多景色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哪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这样。看完以后你可以退出来到这个点，西夏巴马峰管理站，这里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这座8027米的主峰。超过8000米的雪山全世界只有14座，它是唯一一座全部在中国境内的。进去的路程大约需要1个小时，路况嘛不是太好，建议还是坐这种 SUV 进去。当你来到雪山跟前后，相信我那是相当震撼的，我觉得你应该会此生难忘的。